跟今天的太阳一样，就是多亮光闪亮光。好，那介绍一下，反正我们是那个台中的乐团，东海大学热音社组起来的。然后反正我们就叫好大一把勇者剑，好大的好大勇者那个勇者，然后那个就是一把剑那个剑。然后呢，我们在那个 YouTube， 然后那个 Spotify 啊，然后 IG 啊 ，Instagram 啊都有，就是这个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。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一下的。那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东海大学组起来，但我们其实都已经在工作了。我必须打个岔，他刚才讲了一个 IG， 其实就是 Instagram。OK， 讲了一个废话，就是谢谢你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下一首歌叫做《阿拜》。准备好了 ？Nice！ 人心外情又把天宁显现胜利，伪装的笑脸，那比较柔美笑的脸，很防卫。就不再评价，人心里需要被净化。那些崇拜的朋友的最后都被你拿去八卦。阿臭，我拜托你，别躲在背地里，这里有位置，再走都是给你。Yeah.